香甜酥脆的空心糖饼，只要面粉跟糖就可以做哦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糖饼个个空心，吃起来嘎嘣脆，越嚼越香。字幕上的材料依次加入碗中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成絮状，再上手喽。面团揉至表面光滑，盖上保鲜膜让它醒发30分钟。醒发的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个糖心，面粉跟糖搅拌均匀。醒好的面团将它们分成6等份，整理成小圆球，擀成长条状，放入糖心，将它们收口收紧。翻个面擀平，表面刷点蜂蜜水，撒点芝麻，这样吃起来更香。烤箱200度提前预热烤15分钟，香甜酥脆的空心糖饼就做好了。